classics。平安夜啦，今晚送埋最后一个装俾大家，系一个粉紫色嘅薰衣草眼妆。用化妝棉嚟去搽 toner 係可以輕輕咁樣去到角質嘅，所以每個禮拜我會有一日係咁樣做，特別係條頸啊，抹完之後特別乾淨噶。搽完防曬之後，我想戴翻副 ColorCon， 你可以揀任何嘅顏色，又或者唔戴都冇所謂嘅。唔中意又搽粉底又用遮瑕膏咧，咁其实可以拣粉底膏嘅，咁佢咧就会有一个比较高嘅 coverage 啦，用佢嚟遮晒眼圈啊等等嘅瑕疵都冇问题。之后搓暖对手，按下块面就可以用热力令到底妆更加贴服啦。其实今天的妆颜色不会很多的，而且副 con 我还选了灰色，所以条眉我就会画得有角度一点，还有比较深色的，看上来就会有精神很多的。而画一些 sharp 的眉形，有些杂毛就会很明显的，所以最好就拔一拔走它。而擦眼影之前都可以擦一些 eyeshadow base 的。眉骨位用银白色来 highlight。虽然我们东方人的眼窝就不是很深，但是都有的，大约就是这个位置了。我用一个啡色的阴影色来去做一个眼窝的部分，来去加强轮廓。眼线我揀了一个薰衣草的浅紫色，上面有点闪闪的，你都可以揀自己喜欢的颜色。再用黑色眼线笔画一条全框的眼线。当你失手或者嫌不够完美的时候，可以用棉花棒擦少少粉底液，跟住就抹翻干净它，咁就会更加利落同埋自然啦。这个方法咧 ，smoky eyes 都啱用嘅。例如有啲黑色嘅眼影跌咗落嚟，点少少碎粉抹走佢，咁就干净晒啦。寻日都讲过啦，黐假睫毛可以先将胶水踩手背，而接唔出嘅。黐的时候可以先黐中间，跟住再黐眼尾，最后黐埋眼头。黐完有窿窿漏啦，或者系有胶水渍，都可以用 liquid liner 嚟去填补翻。双眼影好浓妆啦，所以下睫毛咧只系需要擦少少，啲啲咁多鼻影。好浅色的胭脂，再加上一个自然色的唇膏，这个妆就搞定晒啦。短头发造型的选择有时真的不是很多的，都可以用多些不同的饰物啊，又或者是配件，令到自己的造型有多些不同的变化的。一口气拍晒三个妆，终于都可以喺圣诞休息下啦。三个入面，我自己最中意系呢一个，你呢？喂，又到圣诞，嗱，又到圣诞，下个圣诞有冇今年咁叹？邓小平查未查？趁又到圣诞，人就要叹啦，细数圣诞有冇香港咁叹？阿巨子。
想睇翻三个造型可以 click 呢一度，又或者 follow 我嘅 Instagram 或者系 Facebook 睇翻相关嘅链接。仲有啊，记得啊 ，subscribe 我个 channel 啊！平安夜快乐，圣诞节快乐，卜星地快乐，拜拜。